次嘉琪妹的生日，我就亲手做一个蛋糕给她吃咯。我只会吃饭啊，就是在做蛋糕。我再跟我家姐讲，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。看到这个 vlog 的时候呢，我碰是几次啊？不过今天呢，10月21号就是我女朋友 Jasmine 的生日了，耶、yeah! ！你们也很奇怪，怎么上次不是已经提早庆祝生日了，没怎么这次又拍个 vlog 了？今天我就放下我的神坑男友的身份，我要把它丢掉，我要换一个超暖心，应该可以吧？这一次 Jasmine 的生日，我就亲手做一个蛋糕给她，然后骗她讲说我今天我有工作，拿去布置一切所有的东西，这样子给她一个惊喜，这样啊，其实她是不懂的。现在我要去找一个很久没有找我的朋友，我是看到他有做蛋糕的嘛，所以我就讲说去找他去做，今天就拍个 vlog 给你们啦。OK， 现在我们废话不要讲多，我们直接去做蛋糕的地方了 ，Let's go。哦耶！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啦，刚刚也是为了打包了一个鸡饭，讲讲也是要感谢一下他抽空的时间来教我做蛋糕的嘛。走吧。嗨，师母好，那为了感谢你教我做蛋糕，请你吃鸡饭。走，我们就开始学蛋糕了。耶、yeah. ！你们看一下这个，哎，滴滴滴滴，啊，开始做蛋糕，完美的器材。哇！哦耶！这时候要上课了，来。是哦，我只会吃饭了，没有时间做蛋糕。来，老师，老师。老师。哎，老师，早。同学们好。这个包没有门嘞，哪里没有门嘞？同学好。哎，老师好。我们开始上课。好 ，yes。讲我做好，可以来把糖下在里面。打完啊！打完，真的哦。啊，铅笔来打。教杨老师可以吗？教的功夫可以，还不错。嗯，教好了，然后再下油。啊、下油哦，这是吃油来了。哇，原来做蛋糕是这样子啊！对，点啦。没有啦，教完。哦，教完。嗯，教完。教了这个，来把这个放一边去。好。倒下去，摇摇摇。哦哟，打出来了，你的爱啊！进鸟了，我进鸟了。哎呀！我奇怪，怎么磨一下不见掉了？想什么？来，跟他交起来。可以可以。OK 啊。拿着。哥，这个做活了。我们要打蛋白，打开一号。加一点点啦。对。OK， 等，你等到还有纹路先。哦。有纹路了，给它下电视，有点下电视。啊，下多点电视。哎呀，被搅起来。哈哈哈！爸爸，你太有认真做你的蛋糕了，像台湾没有啊，还是可以吃的，我帮你监督，我向你保证。好，倒下去。好，好，第三次。哇，好像变凉了。相信我，这种交给我们男人。然后再做成这样，三下，正常下，三下。OK， 啊，大家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啊。啊，大家赚多少钱啊？来，平啊，啊呀，我不管讲什么了。OK， 我放烤箱。来，所以我们家累，拜拜啦。我们吃15分钟见了啦，再见。等待的当儿，顺便来，忙到那个词都忘记了。哦哦哎哎啊哦！你要把这个整个穿过去。哇，看老师还是老师来比较快。哎呀！哦耶！糖要放到多大？我们需要一个长方形。先盖完名字说一声。来，先老师，做完那些要让我们。可以，小刀在这边，自己削。蛋糕好了呀。
太急了。桌子敲三下先，蒸热气出来。啊，平平喂，啊平平按了啦，我看懂了啊。OK， 反过来，OK。我看我烦到我想笑，我老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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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玩意？你那里拿来做这种东西？喂。亮晶晶的颜色，哇，真是很感谢这位又有耐心的老师。当然也祝贾斯敏生日快乐，青春美丽，越赚越多钱，天天打铃铛。对，我们做蛋糕就到这里啊，很感谢这位美丽的小姐姐可以抽空这个时间来陪我。有什么想要学蛋糕做蛋糕可以来找她啊，我会把她IG什么东西都放在下面一样的啦啊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等一下去现场看她，看到蛋糕的反应吧。Let's go。耶，现在呢？就直接跳到来吃他生日晚餐的地方好了。哇！是拍个 vlog 吗？生日21岁啊！哎，我们的是这种啊，所以就先吃好了。假假的。哎呀！那什么？百香果。现在他在厕所，那我准备去拿那个搞出来呀。碰他的法令会是怎样了？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Jasmine, Happ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啊耶！可以，我看到我想给你讲，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。好呀！你看，快做啊！快做啊！快做啊！所以我今天我所谓的加班，我是没有加班的。哎，就是哦，我做完整个给你，我们要进来。看他脸，做的好吃的，好吃的，看他脸，可以吗？安迪好吃吗？可以哦，安迪好吃哦，哦。这全部在里面做的蛋糕出来呀。
我想不到我会做这样的蛋糕出来，就讲你。OK， 现在呢，我刚刚来不及跟你们讲一下，现在我已经来到一个 Bucking 这边楼下了，因为外面下着大雨。等一下，有一个最后最大的惊喜要给大家看。哎，我让你玩一个考你一样东西。你还记得当初我追你的时候，那个字是怎样排的吗？来，请开始。那个你最想收到的花，可是我找到一个很特别的，给你一个气球花。啊，我看到要哭啊，还要哭啊！那这照片我精心挑出来了嘞，很感动哎，哎呦，啊，21岁，生日快乐！要快乐不也哭啊，懂吗？开心到哭哦 ，OK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啊，一样的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好，这一次我没有坑他啊，就这样啦，拜拜。